大家好，我是六六，今天咱们出去清洗一个下水道。前几天我用小型水桶机的水通了七次来回，弹簧来回都露头了，但是管是顺溜了啊，是整体堵住了，必须要用高压清洗。由于机件的意见不统一，造成把这个活呢当时没有干完。给大家说的是咱这个清洗高压清洗啊，这一块它是把整个管道内壁上的所有残留物或者是油腻都可以打下来。咱因为咱这个机器的高压能达到200公斤，这个活是怎么造成长时间没干呢？就是机甲准备就是商量邻居嘛，商量谈那个钱，由于都忙于上班，没有把意见统一起来，所以呢就把这个活扔了这几天，可把这楼上的人急坏了，下水道没法用啊，没有下水道的日子非常难。不活的各个业主各有各的意见，咱们穿北家门来给他清洗这个下水道，必须要坚持彻底，要不然的话他每个人都要向你出难题啊，把活干好，把问题给他解释清楚，这是咱应该做的，必须要把下水道给人家清理得非常彻底，让他看到效果他都没有这么多顾虑了。我在这里呼吁大家，用下水道一定别冲了点水钱，不是说让你去浪费水，但是你冲下水道的时候必须把垃圾用水把它冲到主管道下来以后，尽量的多用点水，这样可以避免咱的下水道的堵塞次数，你不然的话经常堵下水道，冲下水道的费用也不低啊。